你恢复记忆了？我知道，你做的每一件事情我都知道，我都看在眼里，刻在心里。嗯。好的，经过组委会专家团的评选，那么第八届金标奖的最终的评选名单的资格正在我的手中，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获得本届金标奖铜奖的会是谁呢？获得本届铜奖的雕刻作品是悬壶，让我们用掌声请他的雕刻者苏和上台领奖，掌声有请。恭喜你。对了，木鱼，你最近不是在拍电影吗？已经杀青了，虽然今天有其他通告，但是为了他还是得来呀。哎，听说你又搬进我哥家里了。我哥最近怎么样啊？挺好的。那就好，你也别急，时间多的是，反正我就认定你这个嫂子了。其实你哥呢，他已经现在这个场合不适合跟他说这些。你也别太紧张，金奖一定是你的。谢谢亲爱的。谢谢大家。好的，感谢各位的掌声。我们同样恭喜雕刻家苏和。现在呢，我们为大家将颁发的是本届的银奖作品。我们这一位的雕刻者呢，可以说是我们金雕大赛的常客了。他出生于雕刻世家，从小呢对雕刻的造诣让我们这些人望尘莫及。不知道大家猜出他是谁了吗？魏浩东，这个应该是你的。雕刻他的人呢，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雕刻家，他雕刻的作品一向被誉为鬼斧神工。只不过他这一次的作品呢，有一点特别，因为他不光获得了本届的银奖，同时呢，也获得了本届的新增奖项，那就是网络最佳人气奖。他被誉为最年轻、最有天赋的雕刻者。本次呢，他的作品不仅挑战了自己，更是挑战了其家族的传承佳作。获得银奖的作品叫《仙女》，雕刻者傅彦成，恭喜您。好的，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有请傅彦成登台领奖。金奖是你的？怎么可能？好的，有请傅彦成登台领奖。他怎么不上台？好的，有请顾彦成登台领奖。好的，有请顾彦成登台领奖。彦成，我觉得你的作品是最棒的，这帮评委肯定也是有问题。好的，不好意思，那么顾总呢，因为家里面临时有急事先行离开了。接下来的时间呢，我们就为大家揭晓万众瞩目的金奖作品。这尊作品啊，是由一整块翡翠雕刻而成的。那么它采用的呢，是中国传统内雕的雕刻技巧。我们的专家评审组以精美绝伦四个字高度赞扬这尊作品。接下来我们就恭喜我们金奖的雕刻者魏浩东上台领奖，掌声有请。
谢谢大家对我的认可。从小我就有一个一直想超越的目标，今天我实现了。在这里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对我的女朋友顾沐雨说一声谢谢，感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鼓励，谢谢你。燕城，你放心，不用担心我。你先回家，我去公司处理一些事情。可是，晚上我们一起吃饭，你安排。好。喂，慧心，我想拜托你一件事。老大，不出你所料，这次金雕奖组委会的卢关中之前和白冰的公司有合作过，一定是白冰对此次评奖动了手脚。只查出了合作？目前只查出这层关系，我还在继续调查。好，我要确切的证据。放心，我一定让他们付出代价。对了，明天是不是要跟马总谈横谷水城的项目？其实我还有一件事情要报告。什么事？之前的确是跟马总定在明天签约，但是昨天他突然反悔了。理由呢？说是理念不合。我要真正的理由。有消息称前几天汪总和马总那边有接触过。又是白斌。老大，你们这到底怎么了？之前不是还好好的吗？男人之间的问题。白斌的公司？少杰和我说的，具体情况我也不敢多问，而且他还嘱咐我不要告诉你。好，顾远城回来了，我先不跟你说了啊，拜拜。怎么了？想你。才一个下午不见，就这么想我了？见不到你的每一分每一刻，我都在想你。我也是。我做了新菜，来尝尝吧。嗯。我想和你一起去公司。我去公司还有事情要处理，没办法陪你。不用陪我。你别忘了，我还是你的贴身助理，跟在你身边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啊。可是你在我身边，我没办法专心工作。好吧。你再这么抱下去，我就要迟到了。你是老板哎，谁敢管你？是老板才要起表率作用。那好吧，你去吧。嗯，拜拜。不行，还是得去看看。喂。
老板，顾总到了。不要让任何人打扰我们。是。顾总百忙之中抽空过来，实感荣幸。白总有话直说，何必浪费时间？顾总是否还在调查金雕奖和横谷水城的事情？是又怎样？不是又怎样？我只是想提醒一下顾总，不用白费力气。其实有更简单的解决方式。愿闻其详。你胸口的胎记消失了，并且在胎记消失之后，你对雨神危险的感应也随之消失了，对吗？是。关于白总和你的祖先还有仙女腾天图的事情，雨轩已经跟我说过了。这一切是否跟我的胎记消失有关我不清楚，但对我并没有什么影响。可那幅画是我的，不是你们故事。这幅画叫仙女腾天图，你要找到画中女子并保护她。仙女，你的意思是让我把画还给你？是。恐怕白总的要求不止那么简单吧？我还要雨轩。不可能。仙女腾天图和荀雨轩本来就是我的，我只是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荀雨轩不属于任何人，他只属于我。只要你答应这两个要求，以后金雕奖的每一届金奖获得者都会是你，我们公司的所有项目也都可以跟你合作。金雕奖从第五届起，每一届的金奖得主都是我。以故事雕刻的名气，会有公司络绎不绝前来求着合作。你说的这一切，我顾彦成一直都有。今时不同往日，如今有我。其实你不用这么纠结，因为这个契约你爱上了他。爱上他是这个契约的意识，而不是你自己的意识。现在你失去了记忆，也忘了他，所以你已经不用再守护他了。顾彦成的记忆已经恢复了。老板，对不起，荀小姐执意要进来，我实在拦不住。下去吧。是。他的胎记虽然消失了，但是我能感觉到他爱我的心是真的，根本就不是你说的那样。他记起了。雨轩，你千万不要被他骗了。白冰，你以为我对荀雨轩遇到危险有感应，她就是画中的女子吗？是。荀雨轩虽然和画中女子长得很像，但千年已过，人的寿命是有限的，这画中女子和荀雨轩怎么可能是同一个人？她就是那位女子，应该叫白若曦吧？你怎么会知道她的名字？因为我在拥有胎记的时候，经常会梦到她。你还梦到什么了？但我失忆后，便不再梦到她，直到最近。我又梦到了他，他告诉我，他不是荀雨轩，我才更坚定，
白若曦，不是徐雨轩。他走的时候告诉了我一句话。什么话？一向年光有限深，不如怜取眼前人。这画中的女子就是白若曦，但白若曦确实不是荀雨轩。我爱的只是荀雨轩，不是任何人的替代品，而你却把荀雨轩当作是白若曦的替身。替身？不可能，不可能。荀雨轩就白总，请看，这是为玉园林专门设计的一尊雕塑，也是盐城向你们兑现的承诺。盐城让我转告，非常感谢白总，当时把玉园林这么个项目交给了我们顾氏。顾元成不愧是雕刻界的天才，虽然雕琢上没有什么华丽的技巧，但的确适合放在玉园林中心位置，与园林相得益彰。只要白总满意就行。我们还有一样东西要交给你。这个要送给我。没错，这尊雕像是我们顾氏先祖顾旭所雕，也是我们顾家的传家之宝，所以呢就不能给你，盐城就雕了这尊赠送于你。还有，这幅画物归原主。这幅仙女腾天图，我们顾氏为了信守一个承诺，守护千年。今天我把眼前人送还给你，由你亲自守护了。原来一直以来都是我的执念，或许我真的该放下了。
金奖回到我的手里，你难道不应该准备什么礼物吗？礼物？你没准备啊。我得金奖这件事情，你不是应该早就预料到吗？确实没有。不过呢，既然你都提了，那我就考虑考虑吧。不用了，我已经想好了。哎，老大，这么着急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我不是让你帮我找慧心，拿到雨轩的手指围吗？你说你这求个婚，害得我们两个忙前忙后的，到时候给我们两个包两个大红包啊？可以。亲爱的，弄到手了吗？哎，不要催，你们的要求真高，还不能让他察觉到。哎，雨轩，有句老话说得好，手大会抓钱，会赚钱守财。我们来量一量我们的手指指围怎么样啊？还有这一说呢？当然了，差一分一毫都是有很大差别的。是吗？等着啊。把手伸出来。那指。张开。从这只开始吧。好。两位女士好，请随我去挑选衣服吧。我们这是要去干什么？怎么还换衣服啊？去了你就知道了，待会儿要拍照，当然穿得美美哒。要拍照？两位女士，里面请。好，走走走，带你去。慧心，你不是说带我来拍照吗？来这儿干嘛呀？这么着急干嘛？马上就拍了。哎呦，我好像肚子有点不舒服。行，我先上个洗手间，你先上去，不用等我啊。我先去了。干什么呀？
薰轩。薰轩，很荣幸能够与你相遇、相识、相爱。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我的世界只有无尽的孤独，直到遇见了你。你带给我太多意想不到的精彩，我们的故事就像一颗颗闪亮的星星，点缀了我的夜空。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吗？你就是我的命中注定，我的人间理想。如今我希望这理想变成现实。嫁给我。老婆，女儿要结婚了，你看到了吗？你也高兴吗？顾彦成，雨荨就交给你守护了。哎，师傅，哎，那个花，哎，对对对，再往左摆一摆。哎，就你手上那个。哎，对对对，再往左一点。哎，好了吧，累了就休息一会儿啊。不累，我最好的朋友结婚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不仅如此，我还要把这场婚礼布置得美美的。最后啊，我就能打个广告了。别人一看我们花店帮顾氏做这么好的布置，以后肯定订单不断。你说，我女朋友真没有经商头脑，看来我以后就不用工作了。哎，没门啊！我可不养闲人，你还是给我好好去顾氏工作。哎，不是，你还有时间在这跟我贫嘴？餐饮跟流程呢，安排妥当了，快，再去订对一下。好嘞，得令。嗯。哎，小仙女。嗯，来了吗？嘿，没个正形，右边怎么不亲一下？哎，那个花，对，往左摆一摆，对。今天我哥结婚，你就别绷着张脸了，要一直保持微笑，记得吗？我的金奖啊！我相信下次你一定能超过我哥的，但今天是他的大喜日子，魏总就给个面子呗。
老板，你真的要走？嗯，我已经决定了，公司以后交给你了。我们的婚礼，希望你能来。无论以前发生过什么，你永远都是我们最看重的朋友。徐小爸，啊，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啊，我呢年纪大了，经常一个人在家。这年纪大的人呐，最大的问题就是孤独。哦，我真希望他们赶紧给我生一个重孙。哎，咱们出去玩，待在一块儿多好啊！这是，我倒是不急。小小两口嘛，刚结婚要二人世界的，顺其自然。对对对，顺其自然。顺其自然。各位来宾请安静一下，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请各位来宾抓紧时间落座。我先忙啊，您坐着吧。啊，这有请新娘入场。各位嘉宾请就座。
顾彦成先生，你是否愿意与荀雨轩小姐结发为夫妻，恩爱两不疑？我愿意。荀雨轩小姐，你是否愿意与顾彦成先生结发为夫妻，恩爱两不疑？我愿意。既然两位都愿意的话，那不如亲一个吧。此情此景，我已经开始期待我们的婚礼了。和谁的婚礼啊？当然是和你的婚礼啊。想跟我求婚啊？那我可告诉你，我要求很高的。好呢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那你就好好努力吧，这可是一个漫长的考察期。原来你就是那个摄影博主。现在是不是离你的要求又更近了一步？是近了一大步。走。真羡慕你啊，顾彦成，你守住了他。一向年光有限深，不如连曲也见人。